好，那我现在来开一个新的，开一个新的档案。好，那你要改可以从这边，通常我都比较偷懒，都在这里点两下，咚咚，这里可以按，就是在这个有没有？FPS 这边可以按。那我说188.6，133.2，那这个其实这个是没有什么关系啊，因为我只是想要跟它一样大而已。那你好了之后，我先把它移过来一点，这么小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先待会做好之后，我先来这边借借什么？黑板先借我。对啊，板擦也借我一下。我们只要做1+1=2就好了，跟这个粉笔的。好，那你有发现锁头是不是都锁着？你可以把它解开来，OK 吗？那我要选到板擦，你觉得你用这样选好不好选？你看我这样选，不见得选到板擦哦，我是只有选到一部分而已，有没有？你要再加选，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绕高嘞？所以说我们在 Flash 里面有一个比较好的选取方式，怎么选？其实你很简单的，你只要点到时间轴上的关键影格，一点那个影格的东西全部都选起来，有没有像我们在 Photoshop 里面按住 Ctrl 点那个图层缩图？了解那意思哈？你点到这里，它就全部会说选起来了，你不用那么辛苦，再什么脱曳的啊，再来选，不用那么麻烦。好，点到它，先看一下，当你的图层前面有一支笔，表示什么？你现在在编辑这个图层，OK 哈，OK 好，那我现在就来这边把它做一个复制，好，到未命名这边，我是要把它贴上，但是你看到、哦、我直接把它贴上。你看它贴上有没有好几种？我们先直接贴上。哎，哇，位置是跑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正中央没有在这里。因为我刚弄好了之后，我是随便大概拉下来而已，也没有刚好放在正中央，没有。那么怎么办？所以我们在 Flash 里面有一种很好玩的，叫做在原地贴上。你怎么来就回到那个位置去。然后发现刚刚好，因为它来，因为我两个尺寸是不是一模一样，所以它怎么来，它就回对应到它怎么的那个坐标位置上，安、啊、那 OK 的哈，哎，好，那你会借板黑板，可不可以借板擦？可以啦，点一下就好了，哎，复制，所以这边是让各位稍微，但是注意一下哦，我想要放另外一个图层，所以我把它新增之后一样。在哪一种？要跟它一样的，你就在原地贴上。好，那贴完之后，麻烦你多做一件事情，图层命名，点两下，有没有都跟 Photoshop 一样？嗯，换你了。好的，那我待会要做1+1=2嘛，所以我再增加一个1+1=2这一层。那现在要怎么做？你要比较逼真一点，你就用这个嘛。用这个，笔刷，好，笔刷。那颜色你先给它设，笔画是什么颜色？是这个还是这个？上面。哦，还好，还好没有坐在椅子上，不然会跌倒。哎 你记得这个分两边哈，原则上这个分两边，有没有？这两个广告诶，这两个广告诶，这个。就是填色，这个就是笔画，哎，了解了哈。好，OK，那你要来画的话，哎，这个大小太大了，你从这边有没有？可以设小一点点的，好，小一点点。好，那你难道就全部1+1=2吗？没有啊，那不行啊，跟我们刚刚做那个人物动画一样，一笔画一笔画来，一对不对？啊，对，你看我画下去之后。它有没有跟我画的一模一样？没有，它至少有把我稍微拉直一点点，有没有？比较平滑，为什么？因为这里有一个选项。哎，不是这里，有一个，哎，我看一下哦，我记得有一个选项，忘记了，笔刷模式啊，那是不对，不对，那是画线的啦。好，那这没关系。好，我们到后面，我在后面加上一个关键影格咯。好，哇，你有发现？我后面增加的，怎么黑板跟板擦不见了？因为你注意一下，
他们同时存在是不是只在第一个影格而已？后面你增加之后，他们有没有出现？没有。那请问你，板擦跟黑板要不要做动画？不用啊，它存在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像这种不用做动画，我们不用插入关键影格，因为在 Flash 里面有个特性，就是你关键影格越多，档案就越大。好，所以如果你只是要出现，很单纯的出现就好了，用插入影格的就可以了。那它事实上，它就会把前面的延伸过来而已。好，你看按右键插入影格，有没有就出现了？那因为我们要写很长嘛，所以就干脆我就先到后面去，可以吗？插入影格有没有在拉很长？中间有没有关键格？没有，所以当然你点这里能不能编辑它？不行。就算你看起来好像可以编辑，对不对？你编辑的还是哪一个？还是最前面这个人？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哈，只有关键影格才能够编辑。好，好，我就这两个我先延伸哦。好，好，延伸了，插入影格。那我现在一在这里加。插入关键格，有没有发现为什么要用？为什么要用那个 F6 的？因为你不用 F6，真的要用很久。好，记好，我就刚刚影格已经删掉，再插入关键影格，我再画一下，有了哈。OK，插入关键影格，所以写字也不容易吧？这最简单的哈。好，那你看哦，在后面。哎，不是插入影格，插入关键影格，等于不能一次写完吧？要分两次写哈，你才会有写字的效果。啊，太麻烦了哈，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写中文字呢？好，可以点两下，可以吧？好，那我问一下，请问二要几笔画？一笔画看起来就会很假，就好像印出来的，没有写的。小时候问你最清楚嘛？OK，所以我们在这边哈，你看，我先看一下啊，好，在这里你就不要一笔完成，一笔有没有？在这边再插入，反正它是不是都复制前面的？你有发现吗？插入关键你就复制前面的哈。第二笔，再一笔。留一个，哎，好，这样可以了吗？那所以说，你如果播放，安尼毋叫一加一等于二，好不好？安尼等于二，啊，结果你看，二啊后面是不是就消失了？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后二演到这边就出场了，所以如果你要它出现的话，还记得我们刚刚怎么样比板擦跟这个出现？假设我要它出现到这边，我不要做动画了，是不是只要插入影格就好了？有了解那概念哈？什么时候插入关键格？什么时候插入影格？只要你要做动画，就插入关键格；不做动画，就是插入影格而已。阿、啊、你会了，还给你咯。接下来借粉笔，好，粉笔这个跳回来这里哈。粉笔是这个，我先把它打开。那你看粉笔第一支是不是在这里？摆平的嘛。我不要第一支啊，我要第二支就好了。因为它开始拿起来了嘛，提笔，嗯。所以我点到用这个选取工具也可以，或者你点这边，O、哦、不 OK？OK 嘛？我们讲嘛，就是说你点这个就等于你这个图层里面的东西全部选起来。好，我现在选好，我来这边复制，回到这边来，增加一个图层，这个是粉笔。那我到这边我就先在原地贴上喽。其实你看那快速键有没有？如果你们用的是 Ctrl 加 V，都是中央贴上，就是快，我们一般常用的哈，在原地贴上用 Shift 加 V 有没有进来的？好，那它的位置是不是差不多在这里？应该是往这边动一点。那如果你觉得卡卡，别弄，不是七月卡到那个哦，是因为它有一个选项打开，哪一个选项？你看一下这里有没有磁铁？就是它会吸住嘛，哈，所以如果你觉得说，哎，我要很轻松的移动，你就是把那个磁铁先按一下，取消一下。好，你先抠过来，好了，哈，来，我现在借回来的，可是怎么可能还没有写笔画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的一二一加一等于二是不是要往后移？
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影格的操作哈、哦。你要往后一次，大家都能往后，所以你这样按着拖曳有没有？拖曳之后选完，请你放开你的滑鼠左键，我再回来，你有发现游标不一样？我在选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？是走这样，但是当我选完，你看哦，选完回来有没有不一样的？这个时候才能够移动。好，那我按着往后退一格，可以吗？好，往后退一格的，那不要选的话，你就点到别的地方就好了，这样就不要选了。OK 哈，所以我第一个是要先提笔，第二个到这边是不是就写下来？所以我的粉笔在这边要不要关键一格？要，因为它是要移到下面来写下来的，所以按右键插入关键格，写下来。好，那么第三格，诶，是不是要换提笔来这边？所以它要不要往后退？1+1等于要不要往后退？要啊，因为这里等加已经出来，我是不是这几个要往后退？移回来，选完之后移回来往后退。那这里。是不是要插入关键格？是不是要拉到这里来？啊，问题来了，我那还阁会记在倒位？所以说，等一下我们会拿一种纸来用。有没有用过洋葱皮？没有吃过，没有又没有切过，也有吃过嘛？洋葱皮会怎样？半透明呢、啊，对不对？那这里面它就有这种东西，这里有没有？它叫描图纸，因为英文叫 onion skin，onion 就是洋葱嘛，啊，它就会产生半透明的效果。你想看，我要画前一张跟后一张，我没有办法很清楚每一个位置都对起来，没有。这个时候，我可不可以拿在垫在下面当做那个纸一样，我就在上面描，有点类似像那种效果。所以这个点下去，有没有看到后面的？好，那如果你用这样是看到外形，如果你用前面这个。就会看到那个实体的形状，它会变得比较透明一点点，越接近的它越透明。那你可以看到上面，我看到范围是多少，就在由上面这里决定。有看到了哈，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脱开哦。如果说你希望说我看到范围，我动画动到哪里，那个范围比较长的，你可以把这两个往外拉，这样它看到的范围就比较大。它等于每一张都叠在一起啦。这样了解意思了哈，哎，像在算钞票那样的，有没有？每一张都叠在一起，啊，你要，这样就是可以看到那个。好，所以我如果是这样的，我是不是又很清楚知道在哪里的？所以我这个关键我就可以很方便移到上面来。你把它关掉，你看看有没有？真的，刚刚那个是没有出现，就是没有在里面的，只是我稍微借用这个功能，让它我可以看到后面。大概那个位置在哪里？哎、啊，了解啊，过几盖哈，这里、个、写下去的是不是要移到后面去？所以我的这边有关键影格粉笔的，我现在是粉笔跟那个1+1等于二一起做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那到这里的话，是不是又要提笔了？要提上来，所以下面是不是要往后退？选起来，拖曳选起来之后放开，放开，再回来。往后移动一格，这样知道为什么写字很累了吗？因为要讲很久。最主要是基本功能操作哈，你要稍微了解一下。那到这边我就插入关键格，拉上来，但是不知道在哪里，这个打开，你看不够对不对？所以我把它再拉上来一点点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